到就好啦，到你，你把嘴无张开呢，到吹了气啦，去你啦。老师，你去，把他给听话，去。快点！快点！好累啊。对啊，这个田鼠很好吃啊。啊，你说你抓田鼠来吃哦？对啊，这没办法呢，中午节那个肉质比那个什么，就比鸡排还油。真的吗？真正平，啊，看蒸卡散只，无真正要地方嘛吃多。啊，拢来吃料。啊，就方面去人菜干吃，还是方面吃，两个吃啊。因为这摆你菜开始你炒干吃先咯，你要记得直直喷啦。哦，是哦。哎，啊，所以这你唔捌看过啦。阮头拄啊去恁家，恁家的人讲你伫咧落草，啥物甘蔗园？原来你就是要抓这个。我伫咧讲恁足敖的，搁遐找到这来。啊对啊，你不是叫我们来找你吗？你不是说你有什么宝贝石？对啊，我们这次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来找宝贝石。安尼哦。嘿啊，你讲你有啊？对啊。有啊，二十万厝。我但是我这朋友哩采甘蔗，我答应要带他去啊。伊即摆火车来要再走啊，你今仔无采袂使，对无？啊不，你安尼，你等下帮阮采收甘蔗啦。来，我甲把你看招啊，啊，顺顺顺，煮那西把人吃，好唔好？可是我们不会，我们只会吃甘蔗。啊，你唔是要打拢爱饿啊？你打拢袂啊？对，我想学看看一下啦。好，我带你来哦。好好。可是要抓老鼠就好恐怖。啊，臭甘蔗那里啊吗？好不好？哈，那臭甘蔗那里啊？来来，哎，这快递哦。对啊。这，我这有人来。哇。臭甘蔗。臭甘蔗。啊，你这开始收了，啊，我那边人倒下去了。在这边弄。哎，在。安邦头椒。哎，我急了，讲啊！那你是这样子砍，那整片甘蔗园要砍到什么时候？根本就搬不动。砍甘蔗那么辛苦，还不如坐在这边吃甘蔗比较舒服。对啊。可是好硬哦。对啊，可是很甜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嗯，这其实这是做蔗糖的那个甘蔗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啊，我们去我阿嬷家，有没有那种车子啊，常常会掉下来，我们就去捡来吃。你知道被抓到会怎样？被抓去关呢、欸？啊，有那么严重哦？真的啊？只是它掉下来，你有什么？你去捡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这个是可能是国家要拿去做蔗糖用的。嗯。哎，我们会不会被抓、啊？不会吧？现在不知道会不会被抓。不要被他们看到就好啦，他们来，我们就假装在这里。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？哎，我有听到田鼠的声音。田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去找到啊！跑掉了啦！人家陈大哥刚抓那么多只，都没害怕了。我很怕啊！可是刚刚那个不是田鼠的声音，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声。啊、你听，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声。哎，这群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捕猫师啊！那边呢？哎呀，真的有个庞然大物！收割机，快走！哎，不对，弄了那机车机也开大，这个很危险的。你在看后面那个旗子吗？危险吗？采收旗啊！刚才你们，我看到你们在那里干什么啊？不是啊，
就陈大哥叫我们拿刀去砍那个。叫你们去体验那农人的辛苦啊！明明就有机器，我想知道砍到什么时候。不然好辛苦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再以前啊，以前是农业社会的时候是用人工采收，但是现在已经变用改用啊，那机械采机械采用机采机来采收。在机台机采收的这园哈，不能够随便进入。你看，那我们那个插旗子警告旗子。哦，我以为那是广告，很危险，因为采收中危险，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子，很危险。哎，对。哇哦，好几个人啊！哎，这里招一个啊！这有几站老管了？五层楼的。哎，好高哦！五层楼的高度，哎，视野很棒哎。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坐在除厕机上面。我觉得前面好像什么，你知道，洗车的。哎，真的蛮像的。对啊，请问你看，有田鼠。哇，好多，好多田鼠。田鼠呢？难怪他们都在抓田鼠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甘蔗味很甜。对，闻到一股香味。制糖用的白甘蔗成长期将近一年。每年的12月到3月是台湾的旱季，所以成了甘蔗采收的最佳时机。因此，此时采收的甘蔗不但甜度最佳，含水量也最高。早期的甘蔗主要是以人工采收，但随着人口转型，从民国59年起开始试行机械化，使用轻采机来收割甘蔗。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采收甘蔗有这么辛苦哎！但是抓田鼠算是苦中作乐。哎，好香哦！有大老鼠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刚出生的公鸡。哎，没有眼睛，它的眼睛都还没出来。哎，这个是早上嘛？那个肚脐是那个，有没有人吃这个刚出生的小老鼠？这是名菜。名菜真的有人吃啊？你说，它就是。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叫一声，然后沾酱油的时候它又叫一声，然后吃下去就又叫一声，就叫三叫。三叫！天哪，我只听过三叫九流，我没听过这道菜叫三叫。对，大声叫的叫。哦，叫三声嘛。它叫很大声。是人叫还是他叫？他声起来啾起来嘛。哦，他叫。你夹的时候啾起来嘛。哦。沾酱油的时候又一声嘛，然后吃下去又一声嘛。这么小会叫吗？不啊，这么没叫，这么闷的就夹回去就听。哦，痛会叫了，好残忍哦！陈大哥，你有没有吃过？我吃过。你等一下，要不要来三叫？好，我在部队吃过了。真的？来来，我找你奶奶看。哎，真的要去吗？真的要吃。他们已经在哀嚎，他们已经知道错了，他们知道吃甘蔗是错误。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看这早起哦，我今天较善食，拢食这，我不吃要死吧。他们叫的好凄惨。我找你来吃掉去吧，给。你那从点家？先让你们苦一段嘛，先苦后甘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啊？要去吃什么甜食？不啦不啦，哎呀！哎，秀琴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哎，是不是是鸣笛的声音？哎，马进来，马进来，等我等了，等我等。危险啊！危险啦！危险！快快快！其实我们小时候念书上学还是要坐坐小火车。我不相信。哎，火车来了！真的拦得下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！我回来了。快！你让家仔，我就要搞死啊！你先，我要死啊！你看啊！北景文南雄。
坐在甘蔗堆上，甜美的甘蔗还能顺手就拿来啃，真是大快人心。陈大哥说，他们小时候常常这样搭便车上学，那个怀念的年代是让我们觉得可惜来不及参与的。赶快下车，不然被送去做成糖。运输甘蔗的小火车一般称为狗火拉车，是早期运送甘蔗原料以及产品输送的管道。因为环境的变迁，原本仰赖小火车的糖业运输慢慢的被其他交通工具给取代了。虽然停驶的传言不断，但只要糖业文化存在一天，狗火拉车也会一直开下去。要用水啊！啊，现在就要用啊！这沙，后来来来来，等我一下。啊，真的要。后来没了没了，现在怎么样？看没看没，这天都没看呀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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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哎，来给你来，这不是不是那个东西，这个是一过程是啊，对吗？对吧？大概多久？快快，它挣扎一下子而已。而且它会脱毛，对吧？它也脱毛，好像烫个猪一样。啊！你们现在在叫，猪这样拔，这样拔掉了。你的修对修修也没事，啊，这把这样，这样这样。但猪脚也真好吃啊！我们现在在吃害虫。哎，可是你说它吃甘蔗，它吃起来会不会甜甜的？不是，啊，就是一包就叮起来，你们都吃甘蔗，所以一包就做叮的。好狠啊！可是这样看着被杀，然后再来还要吃它。对啦对啦，你蛮喜欢嘴的。你也是讲刚才你阿公阿妈的时代哦，咱无吧，厝拢无人吃呢，阿边喏，阿叔拢食嘴啊，阿在上面在也在厨房，搁上面搁会使吃啊，对吧？哦。这边话，你阿在八百个人都会使，而且在好几种吃法嘛。好几种吃法。你知道老鼠有几次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哦，你也猛接。我就是吃这个长大的。啊，你长得一副就老鼠一样。对啊，小时候都没有。等一下，你看，而且是田鼠，好像，像不像？像不像秀琴？他长得是老鼠。不像不像，不像不像秀琴啊？不是啦，他是问我像不像。再一次。你再看一下，你才多爱吃。你觉得像不像？像不像？超不是他。因哦，因这煮咖虽然哦，弄这习惯哦，你弄个讲到这习惯，所以弄大部弄会晓了。三两下清洁溜溜，原本活蹦乱跳的田鼠已经被拔得全身精光了，真难想象它们能变成什么样好吃的料理呢？看起来好恶心哦！你想到什么？我想到它刚刚还在活蹦乱跳哎，我想到刚那个小 baby。哎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去想那个嘛，都要吃来去想那个画面。可是我闻到那个味道好香哦。你在装后起来，你不爱吃。又真的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因为他们说这一桌是好料。我很想吃。那个味道就赶快开动啊！开动了，开动了。那味道实在是太香了。这个，等先讲。对，这个。这是我们这边的极品，对不对？这道菜这个最好。对呀，这个最好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在那边招待一些外宾的话，就是会用这种吃。可是还是有田鼠的味道。你像这一道菜哦，它是用那个清蒸的方式去处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一道的话，是一般来讲我们早期那个居民在吃的，就是那个麻油米线嘛，面线嘛，这是三杯，它就是用偏的嘛，菜对吧？怎么样？好点了。吃起来像什么？你是不是比鸡肉还要嫩一点？对吧？它靠讲。我觉得它上面那个皮吃起来有点像那个鱼皮，就是胶质很多。胶质很多，没有错。然后它里面的肉吃起来很像鸡肉，其实跟鸡肉蛮像，可是比鸡肉好吃。比较好吃一点，看看嘛。三杯好香哦，可是那田鼠味道还是很重。但不是田鼠味道，但是就是说，一个甘蔗，一个吃甘蔗，一个香，一个咸，它多在两块。啊，尽管嘛，啊，尽管嘛，尽管嘛。我要吃喽。皮是袂歹，皮食起来敢若食鱼皮咧。很有胶质呢，这个不错啊。这个怎么样？三杯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好吃的。三杯的。这个蛮好吃的。这米什么？怎么样？好吃？
它的肉咬起来没有比没有像鸡肉，有的鸡肉会比较硬，三杯之后，对对对，它的不会。我觉得它的肉咬蛮韧的。我觉得它的肉咬起来像鸡腿肉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它的皮感觉是好像你刚刚说那个胶质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胶质很多。啊，哪位一只爱炒卤啊？我一只，这么一斤哦，一斤200块，我一斤200块。200块哦，比鸡还贵呢。啊，一只蛮贵的。一只200，只有一只百几块吧，一只拢无到一斤才10年嘛。真的很贵。对啊。这桌难得一见的田鼠大餐，果真美味可口。可是，如果不是因为主持工作，一定要硬着头皮吃吃看，我们实在是不敢吃这样奇特的料理。因为田鼠和一般的老鼠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只吃甘蔗，所以除了肉质干净，还有淡淡的甜味，不论是做任何的料理都堪称一绝。只是它的长相实在恶心啊！大哥大，嗯，你可不可以喝多啦？啊，等下啦！我们要去看那个宝贝石啦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快点啦！啊啊，这样我们不加班了。你已经吃很多了，你看这一桌，你赶快带我们去看那个宝贝石啊！快点！哎呀，就在我们家，还是本片的，已经帮你装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还是挂环的，包起来包起来。等等，你就含着。我那公爹以后还没有。我来嘛。阿妈好，阿妈好。好。酒坛得斗。阿妈好。哪里呀？阿妈在这里。哇，这宝贝石，我以后要生男的。没有，那我怀孕了。啊，你怀孕了？我怀孕了。等我以后也要生男的。我今天结完婚，光走看看肚子大大的。哎哎哎！我不这样说，你会走开吗？到了吧？如果看你肚子真的是凸凸的，那是小腹。哦，你刚刚吃饱饭，不要卖剩来那个。我要剩来。不是的，不是，你看，我翻下来给你看，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你看他整个人，好像真的很难翻。哇，可见这石头多宝贝啊！你看他翻，我可能翻不动。这连一点真的假的啊？你有没有用力？你自己搬。你试试看。啊！直接都打开了，可见你一定很宝贝这个哦，社群，嗯，这个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贝石，对，赶快摸一摸，因为它非常的特别，对呀，怎么有石头是这么圆，而且它好宝贝哦，对呀，这个是我们这个，哎，我就说没错嘛，真的，因为我们要找的宝贝石啊，就是包生儿子的，哎，等一下，嘿，哎你，哎弟弟好可爱，你看，我拜托你是把这车没，这咋干的，这弟弟。不是啊，我们要找的宝贝石是包生。等一下，你说她是女儿？对啊，我咋讲？那就不是宝贝石啦。不是不是，这另外一个典故啦。有典故？对啊，那大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石头，因为是在民国前五年、前六年，嗯，距现在大概是九十几年。九十几年。他这个石头下来的时候，然后就出生。下来。掉下来的时候。掉下来，它应该照理讲来，它是属于一种叫做流星，就是所谓的陨石。原来陈大哥口中的宝贝石，就是眼前这颗陨石。民国前六年，陈大哥的阿奏发现了它，经过鉴定确认是陨石。因为难得一见，所以成了陈家中千金不换的传家之宝。当时居民为了查看这颗天外飞来的怪东西，里面是不是藏有宝贝？曾经还用各种方法想要敲开来看看，却都完好如初，可见它的材质坚硬的程度。可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宝贝石，对、啊，我们这个比它更宝贝了，拜托，真的，不然要找我提一个来卖，我紧。问题是帮伊啊，包一包生，也不会傻包啊。啊，问题是你敢嫁出去？哎、欸，哈哈，对吧？要不制造绯闻，讲 你怀孕。啊！你即摆是你，我食饭你也甲我顾啊！啊你，啊！不来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！你左三圈右三圈的你，不啦，这个是明白，还是没有看过。我们要找的宝贝石。对啊，那你知道我们要找宝贝石在哪？哎、欸，提示啊！我印象是，敢若中埔，中埔有一个，中埔敢若有这个，但是我无确定啦。恁无恁查看嘛？去中埔找。中埔应该有。